好，现在还是让我们看表演。我国的武术泰斗，曾经拿过全国武术国术总锦标的常东升教授，他现在是在中央警官学校教学生。他表演摔跤，干净利落，用两个脚的假勾，利用对方重心的不稳，很轻松的可以把对方摔倒，实在是表演的不错。他现在是桃李满天下，收了很多的弟子。他可以说是我国集我国国术的大成，无论是摔打拿各种兵刃都是相当的精诚熟练。我们看他的动作实在漂亮，而且干脆。